我很有体会。就我们了解过去中心国外来的朋友的到这学完了回去推广这工作呀，他是最好的。Él sabe, tú eres el mejor practicante extranjero en la difusión. No, mejor que tú. Tienes el mayor éxito. 因为过去接待国外的来，我接触多一些。你像美国哥俩，他们每年都能，他们哥俩轮着，哥哥带着三四人到中心来回去推广，弟弟第二年来。能在墨西哥能达到19000多人呢，他都有登记注册的，这是不得了的。这个工作呀，能做到这个份上，你太棒了。对啊，所以如果要是国外朋友都像你这样了，那咱们智能国度世界到处都开花了。Sean como tú. 说是国外朋友推广智能工，你是一面旗子，一面旗啊，站起来了。El primer líder de la difusión extranjera de tu mensaje. 将来你会更好的。El capitán. 大家好，我是智能气功的编创人唐明教授的学生，喜闻墨西哥的林瑶老师和他的团队在墨西哥以及世界各地教授智能气功已经20年，使数以万计的人呢受益，这是个非常大的成绩。祝福林瑶老师和他的教师团队功长得进，混元灵通，松茸灵通。继往开来，更展宏图。也祝愿墨西哥的朋友们身心健康，功德并进，奋斗前进，刻苦练功，完美身心，造福人类。谢谢。谨向发起人林瑶校长表示热烈的祝贺，祝学校越办越好，蓬勃发展，祝墨西哥工友混元灵通万事如意。尊敬的林瑶老师及墨西哥羚羊智能气功学校，才知道在墨西哥有林瑶老师以及众多的智能气功爱好者在弘扬智能气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值此贵校20周年校庆之际，请允许我由衷地表达对林瑶老师以及贵校的崇高敬意，祝贵校在弘扬智能气功文化、在利益大众、在三层物质理论研究等方面再创辉煌。谢谢。18周年，一共教老师257，
26,500学员，祝你以后越办越好。王新英表示祝。七点半，准时呢。可靠谱了，我就说他比咱中国人靠谱。人这孩子功力很好，他靠谱，很靠谱呢。都看，哎呦，一个外国人在这这么靠谱练功呢。哎，他那上面是发展的很好，他可以承担这个教练员，他可以办学，为这个中国的真功也可以，他的能传播的很好。希望越办的越好，我有机会我得去看参加他那个班儿。